锦雄大哥，苏良阿布啊，中下过来，共同评审，谢谢。来，孟中文文，两位好，谢谢。咱全大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还有美丽家族，大家好。还有三哥三嫂，你们辛苦了。
好你那趟有钱就会紧返去陪我点在你的心里谢谢哎金雄大哥好输了阿布啊范中好哎大哥好带来这首特别的歌曲《思念阿母》啊，这是谁的歌？哦，这是咧钟顺荣，就是咱美丽家族的钟顺荣老师。哦，顺荣老师的歌，嘛是家己做的，家己做的哦。对，啊，过来咧昆城老师所做的曲，好听的歌曲哦。所以讲哦，咱今天锦雄大哥带来这首蛮特别的歌曲，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是啊，就因为咧五月母亲节哦，迄阵拢疫情哦，足惨。啊，对啦，袂当来唱歌，所以袂赴来唱啊，所以这张哦。这首歌嘛是啊，把补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大家能够健康快乐，每天都开开心心过好日子。每天都开心，每天都快乐哦。谢谢那的锦雄大哥啊，有机会过来唱歌给咱听哦。好，谢谢，期待你下次再来，谢谢。来稍作休息，谢谢。来继续，那么邀。